大家好，我是恩泉的 Spencer， 我想在这里跟大家汇报一下恩泉爱的行动车布口罩运动的一些最新消息。布口罩小组已经增加到有9位的车手，大家都日以继夜地赶工，直到今天呢，我们统计到我们已经车了1600多个布口罩送出给前线医护和我们的亲戚朋友呢，都有1300多个口罩。回应社区的需要，我们不单止车布口罩，小组更加去车一些护士帽和一些是口罩的新研耳带。另外呢，我们又收到很多答谢的回邮信件，以下呢，我们一一跟你分享。就是这样，我们开始了社区布口罩运动，是作为我们的起点。今天呢，我们会正式开始另一个的爱的行动二，就是这个送餐车服务了。原来呢，我们透过旗徽会的消息得知呢，社区里面其实有很多独居的老人家呢，他们是完全不能够出外去买他日用的食物的。甚至他平时接受开的一些家居支援都被中断了。这样我们实在可以怎么去帮他们呢？大家可以透过今期的家信得知更加多关于这个跟旗徽会一起合作招募这个社区送餐车义工的一个行动。然而大家都珍惜这个机会，